自量力。王爷有伤在身，不能再喝了。月下赏花，无酒无趣。王爷若是喜欢这些死不了，奴婢便折一些给王爷送到屋里去。夜里风大，王爷还有伤在身呢。死不了。这些小野花蜜饯，给点土和水便能活，地角和田头随处可见，农人们都叫它死不了。死不了。死不了。哪有那么多死不了？一夜风雨，便会碾落成泥。王爷有心事。乏了，本王乏了。王府的人务必给本宫盯紧了。带回去。等一下，王爷，
太子殿下担心。此人欲将刺杀王爷的刺客灭口，王爷要亲自提审，就不劳烦太子殿下费心了。王爷想要的证据，等我出了诏狱才能给你。自以为是，本王不需要。那王爷来是为了送你最后一程。念你手下留情，本王可以完成你一个愿望。我此生只有一个愿望，手刃屠城真凶。你凭什么认定本王不是真凶？十年前我刺杀过王爷，王爷放了我。放了你是为了折磨你。你在折磨自己。王爷宁可认下屠城这个罪名，哪怕遭天下人唾弃，也不愿解释当年青州纵火之人不是真正的卫北军。真正的卫北军，哪怕面对百姓的围攻，刀口也会朝向自己。入城的那一日，我看到了。既然你早已认定，为何还要在大宴上动手？我必须完成暗场的任务，拿到解药。可你不仅没等到解药，还等来了暗场的灭口。那今日我也等来了王爷。王爷只管救我出去，剩下的我会自己想办法。你能不能活着离开诏狱，要看你的证据值不值得。我亲眼看到了纵火之人，他们身上带着卫北军的令牌，令牌是假的。令牌呢？等我出了诏狱，自然会给王爷。两头下注，死得更快。王爷和我都是为了死人活着的人，冤魂不安息，我们不敢死了。